来看到嘉义市的消息，中秋节是家人团聚感受到幸福的节日。嘉义市仁义社区发展协会日前举办中秋健行行肉晚会，共邀在地居民同款，吸引300位在地居民大手牵小手共同参加，做伙行肉食美食，欢唱卡拉 OK， 提早感受到佳节温馨欢乐的气氛。嘉义市仁义社区发展协会在中秋节要来到进行，特别举办着中秋健行行肉晚会，数百位的里民行出家门，大家做伙品尝着社区之间用心准备的美味料理，一边唱卡拉 OK， 感受着家族温馨团圆气氛。有市国营表示，这届的中秋晚会唔那丰富着居民的生活，佮加强社区的凝聚力，好建议社区真正是一个更加温馨、融洽和健康的所在。咱凝聚社区的志工吼，啊，咱的领长、咱的李干事吼，啊，对透早嘞，啊，无论佮暗时吼，啊，互这个欢喜的气氛嘞，啊，互咱这个社区嘞。啊，来感受吼，咱快乐的这个中秋的暗暝。啊，今日准备真侪物件吼，啊，咱的烤肉活动啊，进行咧，啊，咱来办一挂咱唔是烤肉的物件吼，就是咱的一挂家己煮的物件，咱的家常菜，咱的炒面也好啦吼，咱的汤品也好，咱的水果以上咧，哦，六七项拢是咱社区家己准备的。啊，嘛感谢非常多赞助者吼，啊，包括咱的黄志议员吼，咱的施廷议员吼，啊，咱的作者公司的董事长啊，包括呢，咱今日来有特别来到现场的吼，咱的张秀华议员吼，咱的王立伟美惠吼，啊，咱的真济吼，啊，即个议员、咱的立委来参与间今日伊嘛咪盛会，啊，伫真快乐的时间呢，啊，来结束。啊，非常快乐有气氛的中秋晚会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多谢。仁义社区中秋健行行肉联欢晚会由里长徐国营主持，立委王美惠、国民党嘉义市立委参选人张秀华、议员黄思婷、部代委黄盈志拢亲自到场参加。民政处副处长陈文珍也代表着市长吴明辉到场，为里民献上诚心的中秋祝福。活动场面十分热闹。在咧品尝美味料理和欢唱的歌声当中，大家共同感受到家族温馨团圆气氛。最新新闻，就丁顺王秀全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Yeah.